发现，多数校园植物的氧气生成量都比我们自然课使用的植物红萝卜来得多，甚至有的还会跟二氧化锰相当。在校园中，榕树、大花咸丰草是生长最茂盛且族群量最大的植物，用来作为催化剂，不但可以节省经费人力，还能协助学校清除外来种入侵植物，一举数得，还能达到经济环保的效果。另外，榕树的落叶，它的氧气生成率甚至还比其他新鲜的校园植物绿叶来得多，是一种便宜、环保又天然的催化剂。